他说都要一直挖出来的呢。他说叫你要带那个什么放血针去帮他放血了。他那个手都已经麻痹了呢，我看真的还不去赶快治疗他，很那个东西呢。看早上我被你关，那个是幼稚园，这个是大学的。这教授不是幼稚园，教授，教授，眼睛哈，你的眼睛有时候会忽然一下，好像有水波的样子，眼睛出问题就这个点，这里，眼睛啊，你就马上把它刮了之后马上通，马上眼睛就好了。你很差的，我跟你讲，你有刮来这里啊。别动啊！啊，这屁呀！啊，不要动！够了！哎，这里，哎，这里，哎，这个点，这就治眼睛的，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你眼睛看亮了没？亮了。亮了，亮了，亮了，亮亮亮亮亮，不亮也是亮了。放屁！那开玩笑，我常常也在刮，我眼睛不好。我这眼睛是什么？被那个叫什么？因为我是通常，等下我是哪个眼？等下，我应该是右边的吧？对，对，我右边的。像这个 head 的帽子不对，很清楚嘛。你这边关掉 head 这个 bird 的，蒙蒙的，我是这边的。快！试试看嘛，你妈那个笨蛋在教你啊！你难道来我教你？别动了！哎呀！别动了！别动！别动！还有这个点，里面有没有磕了磕了的？对，别动！你妈等我戳到你眼睛，把你眼睛戳掉！从看一下，比较清楚。好了，不是有没有比较清楚？有比较清楚，比较清楚。要流眼泪了。我去泰国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些徒，我那些徒孙呢？来上课，他还问我说：“哎，师傅，你有没有讲那讲演稿？”我是叫什么讲演稿？我就是大藏经呢，还要讲演稿。我就开始从头开始，有什么问题？眼睛有什么问题？好，马上弄，这样最快啊！要不然哪有时间教啊？才去教几天而已。哎，胆固醇也很高嘛，对不对？有吗？他家族不好，他的心血管有问题。对，对。你有量过吗？心肌梗有那个冠在东那种，哇，死了！有梗了吗？阻塞了吗？好像闭锁不全。啊，你那不是啊，你是从小就你家有这个哈内关穴，你要我看怎么捏？上对，捏下去。哎，对，这样捏才对。两条筋的中间。对。这个三指在这个点，这里，这样内关穴，再来，这里从这边这样子摸一下，从你妈不要那么乱叫吧，这里摸下来，这边有个洞，自己捏，这里有个洞，这里捏那个，极泉穴。每天捏到不痛。哦，
哦，对对对，那天呢就帮我推这个的。齐全月，我这里我一般我都不捏，叫你们自己捏。哦，为什么？我捏了你们还会昏过去，不很麻烦？一定不昏了，被捏过了。哦，那个整个脸都面色都红了，面红耳赤了。这两个穴在捏，是，还有这里有个穴道，那叫什么？公孙穴，知道在哪吗？公孙穴还有忘，我给忘了。这个地方，这里有块骨头，这块骨头的后面，这块骨头有没有？这块骨头的后面，这个点叫公孙穴。这里每天要揉五分钟。啊！五分钟。好了。五分钟就好，不要太久。两边这样捏。公孙穴。人家有的也叫那叫皇帝穴，因为他那边来讲的话，三焦都在那个地方。哦。最后的三焦经。脾肝肾嘛，哦，脾肝肾呢？你都在，这是三焦，不是这边的。三焦经在这里。啊，也是。这里，这个地方嘛，上山是这里，这个后面这里。嗯哼。那这个地方也是。哦，也是三，所以三焦经的。哇。公孙穴，哎，教你这几招，你回去弄弄看，很多人都会好哎。太厉害了，师傅。痛是痛。这种教学，哎，其实我这样教一下子，应该要拿20000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晓得吧？嗯，那个对。我叫他带我到烧金叉去买那些佛像啊。小佛像吗？大佛像都在烧金叉，在河旁边那边吗？对对对对。像佛像了，是你要结缘的嘛？对啊，结缘的可以了很多，要贴要在家。你那金的那个小小那个是在哪买？也就在那附近啊。金的是哪？就你要给我看呢。小小的那种佛像。金的我也是常买，我都不能是哪一尊呢？是那个。烧金叉那边买比那个便宜很多。当然便宜将近一半呢。对对，会了，因为他们也是从烧金叉那边。啊。那个是，这个50件呢，什么？我一捏的都是捏了穴道，Oh my god! Oh my god! 动了，这样手忙啊！妈，他的你的手腕骨都跑掉，你要这样弄，你不要再动，我把你推回去。膝外骨头有块骨头跑了，不要动了。我看这个帮病人在这样真的好了，都好了。没有啊，他们弄完之后说啊，真的全身还要脱胎换骨，都很好呢。为什么？哎，医生要有医德，不是他妈在糊弄病人呢。我也没那么多时间，一次把他们弄好，我不是很好吗？没推回去，你放说。哎呀妈的！因为刚才弄，好像回去了一下。嗯。然后这里在这个点还是不太好。
你出来了，你店里面谁帮你看的？你关了。哎，我都预约了，预约。休息了，人整个下午。今天人也会人会比较少。过节。现在蛮多了。啊？蛮多的。四个床都满了。你不是一个人在弄？就。请一个那个帮忙谢老师的儿子有没有流汗了？我流汗就放松，你脚不要用力啊，放松啊，你脚放不松啊。我本来就这样子。不，你放松，你有用到力，你看你现在就用力，不要用力。啊，还没有一定要敲的。钢筋也有问题。你看这里就卡到了，全阿拉汉被敲了，这个敲了都好严的。出问题来讲的话，就这个地方啊！啊！都被敲快了，不用换了。啊！那你们不输给我呢？真不输给你。什么意思？现在我有点痛了，快痛死了，好像都大喊大叫了。锤子。啊？那个你用那个铁锤那个？用铁锤。啊！啊！形象不好嘛，对。放松啊！你不要用力。啊，这还有一脚，这个哦，啊，好，啊，你不要用，民权松江路、民权西路那个桥底下有一家，锤一条腿2000呢。这样啊。嗯。民权路那边啊，民权东路啊。民生东路啊，民权东路跟宋江路，那是敲的，对啊，都这样敲，哦，马上这条腿就变好了，变好，啊，我就没有被那边敲过，你这个髋骨这边有问题，你不要用力啊，你会被用力，你来讲你肌肉拉紧，我就会敲它，放松。你看这样就过去了，对，过了，嗯，就松了，对。没有，这里还不行。别动啦！你这样不知道多敲。你这样不得多敲几下？放松，你脚还用力，脚不要用力。你看他还用力，这边还卡到。嗯。放松点。你这里还不行呢。哎呦！放松啊！你不要再用力，你脚还会用力。不要用力，你看他自己可以抬起来放上去，看看。不要用力，哎，这样就过了。啊，肝这边有问题。全部。这不能敲了，再敲你会痛死。啊！啊！嗯，哦，干净。哦。放松，你看，这一下就到下面了。对，开了。刚才不怎么开。我看如果心脏不好，这个顶住。我还没有碰过有问题的。